去死吧！小毛孩，你最好不要管闲事儿，走开。尹小天在哪儿？你死到临头了还这么多废话，你要是痛痛快快的把龙头罩给我交出来，老子就饶你命。龙头罩是利国济民的，绝不可能交给你们这些人。那你就是活腻歪了，去死吧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到此有何贵干？你就是朱可发吧？我们奉张凌海张大帅之命，前来向你取一样东西。张凌海是什么人？是你杀父仇人。对不起，恐怕你们找错人了。你隐姓埋名躲起来，以为我们就找不到了？别装傻了，赶快把东西拿出来！局长的话你们听不懂吗？我劝你们见好就收。我懒得跟你废话。走，女儿上去，女儿上。我去帮忙。好，一定要小心啊！好，走，你要小心啊！快走！喂，迎春，大爷，你快走啊！迎春，快走！大爷，外面很危险，这里才安全，不能出去。我要去帮他。不行啊，他们都有枪，你怎么可能是对手呢？朱可发，你逃不了了！你是什么人？你想做什么？哼，一个要死的人还在乎我是谁？既然你想知道，那我就告诉你吧。我叫殷啸天，是张凌海张大帅亲卫队的队长。把东西交出来！你休想！哼！哎！
交出来！女儿起来，快走！